我们只专注移动破碎筛分。今天我们将在浪漫之都大连为大家带来实产300多吨的石灰石破碎筛分现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正在清料的设备是凯瑞特履带移动重型锤石破碎站660，具有低能耗、大产量、操作简单的特点。第二台设备是节能环保且筛分效率达96.8%的履带移动水平筛分站6203，三层筛网，四种成品料，是独立筛分和多段筛分工艺中的理想选择。设备每小时产量可达300到350吨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平均每月产量可达7万吨以上。现场加工成四种成品料，一次成型，立体美观。关注我，带你去看更多案例现场哦。